记者庄佩以台北报道，由上野树里、山崎贤人、藤木直人主演的日剧《Good Doctor》善良医生首播就在日本开出 11.5% 收视率，广受好评。同时这也是上野树里成为人妻后暌违两年复出的最新电视剧作品，所以他也频频在推特上喊话，鼓吹粉丝关注新作。上野树里前年与摇滚乐团 Triceratops 主唱兼吉他手和田唱善婚。 Good Doctor 善良医生是他成为人妻后的新作，他近期上节目宣传吃美食的模样被粉丝大夸可爱，更被问及自己做的料理和婆婆做的哪一个好吃，惹得他羞喊不要问这么难的问题了。上野树里在 Good Doctor 善良医生饰演一位让孩子们很喜欢的阳光小儿外科医生，与山崎贤人饰演的患有自闭症的医生新堂凑产生羁绊。上野树里透露，这是我30岁之后第一次出演日剧，Good Doctor 善良医生在韩国和美国得到了高度评价，对我来说也有一定压力，我会好好努力，真的让粉丝久等了。另外在 Good Doctor 善良医生挑战自闭症天才医生的山崎贤人，近日在节目宣传被问男女生一起过夜女生要穿什么类型的服装时，山崎秒答还是穿男友的大 T 恤，但又被问到难道不想看女友穿他的私服吗，他想了想笑回也不错，但最爱的还是女友不穿内衣祝男友 T 恤的萌感。 Good Doctor 善良医生将在 KKTV 每周五同步跟播。上野树里左成为人妻后首演电视剧，频在推特喊话希望粉丝支持。 KKTV 提供。